没有限制啊。那我叫苏玉报，苏玉就报不上去啊。什么意思？对啊，所以师傅你要自己操作看看。我操作过了，我现在收到十个、九个都已经给我成功了。哦，好。那备用账号是什么意思？我也不晓得，那苏玉，我因为我昨天请苏玉先进去。我知道了，平常在用 Google 的时候，他就问你，因为他是为了要防止你不用备用账号没关系。那你就像我自己的那个 email 就有备用账号嘛？哦。那所以我就任何一个出入异常，备用账号就会交出来。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是跟我没有账号吗？是啊。没关系，我去再问看看。然后不用担心了，因为最后我们这些人都是会在群组里面给你的组长，然后有需要的 PDF 自己印出来自己填写。这个是。前想他们之前就从梁玉宝这里用到今天，没有梁玉宝这个操作很简单，是吗？我只要填一点就上去就提交了。你说那个 email 报名，它就是一个连接，然后我填一点就提交就上去了。哎，我是点那个填写啊，他没有跟我要账号。没有，一开始他就跟我要，要那个账号跟密码。我刚点进去，他就跟我要。像我点就跟钱包中点就直接跳到表格一样一样填了。没有嘞，那个苏玉就跟我，因为我进不去，我就问那个苏玉说他进去他跟他要第二个账号，所以苏玉也没有报，因为我说我密码忘记了，其他先报，他就他你直接就问，因为设的就普也普不行了，因为目前我就寄出去的抽样十分都没有。那直接点进去就直接填，包括我自己。我觉得我就很奇怪，我就有 Google 账号，他还跟我要 Google 账号，还有密码，我就密码忘记。对啊，我密码也没有记。他有那个地点的那个账号都是他指的，他根本就找不到。那就不用了，点不进去就点不进去。是。大众请起立，礼佛三位序。师卫训，众礼佛一问讯。阿弥陀佛。好，请坐。好，请合掌。一起念啊！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有佛色戒经，发菩提心品第二。我们打开讲义第十四页哈。上次呢，在这个。菩提心的种种因缘，为二世故发菩提心哈，带着各位看了一遍啊，一直来到这个总共这个未断智慧啊的障碍啊，因为要升起明觉的智慧，其实有理解种种的无明妄想的习气啊跟烦恼啊。
所以发菩提心呢，就是一个有跟佛觉啊，要学习要断尽一切烦恼啊，所以是智慧门了。那这个智慧的障碍啊，其实不只是你现在啊明了啊，其实你这个明了心里面有过去的这个因啊，那现在的果报里面有所谓报障、烦恼障啊，所以你要处理现在的这个报障、烦恼障，那突破所谓三世二重的这个业啊，我们白板稍微写一下啊。那这个相续这个三世二重这种。